妈宝大佬，胸针绣好了吗？我已经到达了约定地点了。我把胸针放在定位的地方了，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么神秘啊？像特工接头一样。我的身份可是秘密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 哈哈哈，爸爸，这个产品还没有上市，爸爸拿回家给你玩了，怎么送给青青阿姨了呢？这不还都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？你少给我贫嘴。